我这有一点钱，虽然不多，但你先拿去应急。哎，别，我不拿你钱，我有，你拿着呢。没事。阿姨朵。哎，小谭，你来了。哎，对，我正好今天不是有空，我说给你提个奶过来。拿着、哎、每次的带礼物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拿着，哎，举手之劳，这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。快坐，我去给你弄点饭吃吧。吃饭就不用了，我就聊聊天就行，。没事，现在中午了，我去给你弄点午饭。哦，行，那我接个电话，哎。对，哎，喂，妈。啊？爸没事吧？哦，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哦，好。阿姨朵，我可能先走了，陪不了你了。怎么了，小谭？出什么事情了？我妈给我打电话说，我爸干活腿被摔断了，我得马上回去一趟。啊，叔叔，严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先走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啊，那你快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小谭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这有一点钱，虽然不多，但你先拿去应急。哎，别，我不拿你钱，我有，你拿着吧。没事，你先拿着，给叔叔买点营养品也可以的。啊，那就让我借你的，谢谢啊。没事，你先去吧，然后后面不够的话，我再帮你凑。哎，好嘞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拜拜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小谭，我怎么感觉你都画到嘴外面去了？哎，这口红就是要画到嘴外面去才好看，都要补一下。阿姨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我想要去摘那朵荷花。那朵荷花可能摘不了哦。为什么？我不会游泳啊。我自己去摘。哎呀，你这就好危险。走，那你如果想要荷花，我送不了，我送你个其他东西吧。走。哎，不要了，你每次都送我东西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没事，走，我真的送你，走，我这次送你个好东西，你肯定喜欢。走。阿姨朵，我这儿买了两支口红，送给你。啊，不用了，你又送我东西，太破费了。没事，拿着，你喜欢就行，来拿着。没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，没画过。你没用过，要不我给你试试。我试试好不好看啊？肯定好看，你这么漂亮，肯定好看。我给你试试吧，我给你画一个。哎，好了，我给你画一个。哎，你别动。小谭，我怎么感觉你都画到嘴外面去了？哎，这口红就是要画到嘴外面去才好看，都要补一下。哎，好看，别动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哎，你别照镜子呀。哎呀，你给我画的像人吗？头死了。哎，你别动，那。哎，那要不重新给你画一次，不好意思吧，你别生气，重新给你画一次，再画一次，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哎，好，那我给你擦一下。哎，你别动。小谭，真的好看吗？你别逗我。好看，真好看，你照镜子，你看一下，真好看。你看好不好看？嗯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哎，我就说好看吧。谢谢你。没事儿，你只要喜欢就好。嗯，真好看。哎，阿姨朵，我今天给你买点书过来，你拿着。啊，你又送我书啊，真是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没事，你这不是几天不是考试吗？考经济学，我说买点书给你，可能对你有帮助，争取一次性过。啊，谢谢你，小谭。但是你这样我压力好大，要是我考不过怎么办？考不过了，那就惩罚你，欠我一口。真讨厌，你又逗我。哎，开玩笑嘛，那到时候考过的话我奖励你。奖励我什么？奖励我亲你一口。真是讨厌，就知道逗我。哎，开玩笑，看一下，开心一下。要不出去走一走，你这天天复习压力也挺大的，学习。嗯，好啊，走。小谭，今天天气还挺凉快的。哎，对，今天天气还挺不错。嗯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？你说。嗯，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呢？我的理想型啊，嗯，你就是我理想型啊。讨厌，我说真的。真的，你不说沉鱼落雁吧，但是至少是闭月羞花。而且啊，我给你发到网上去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还挺喜欢你的。啊，你还把我发到网上去了？对啊，他们都挺喜欢你啊，说你淳朴善良，是个好女孩。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儿，他们让我好好对你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契合，双方能感觉到很舒服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你说对吧？嗯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阿姨朵。哎，小谭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说我过来看看你，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担心你。啊，这么远你都来找我了？没事，我这样，我来帮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没事。哎，阿姨朵，你手怎么了呀？啊，我手上次砍柴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，没事，都快好了。哦，你吓死我了。对啊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前段时间去世了，所以我想回家待一下。哦，你这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我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没事，那我们先回家吧，我家就在那前面，马上就快到了。哎，好嘞，我们先回家。嗯。阿姨朵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
我最近挺好的呀。哎，你还行，我就惨喽。你怎么了，小唐？哎，我天天联系不上你，天天茶不思饭不想，都想着你呢。真是随时就知道逗我玩。哎，开玩笑，逗一下，我来帮你来，我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好好好，来，你小心。哎，小唐，快进来坐。哎，好嘞好嘞，阿姨豆。来，你坐一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。哎，吃的就不用了，休息一下吧，你手都受伤了。没事，你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我肯定是要给你弄点吃的嘛。那我帮你吧，那就太谢谢我帮你，走吧，我帮你。嗯嗯，好，走。来，小唐吃饭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谢谢，你也吃。哦，这真是秀色可餐呢、啊、和你一模一样。那、啊、你真是油嘴滑舌。哎，这不是逗你开心一下吗？哎，对了、我这儿给你送了一个礼物，你拿着。啊，这么贵重，我不能要的。没事，你拿着，你手机坏了，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我还挺着急的。你拿着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开视频就可以看到你了。这个太贵重了，不行。没事，你上次我爸腿摔断了，你还帮我凑了钱，太感谢了。那、你一定要拿着，收着收着。没事，你拿着吧，拿着。好吗？谢谢、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第一次来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或者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？啊，这附近的话也有很多民族特色的袋子。啊啊。要不我等会带你去看一下。哎，好嘞好嘞，你吃，那先吃嘛，先吃。哎，你也吃。哎，好嘞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阿姨总，那我差不多准备走了。啊，准备走了？对对，我准备走了，这天也不早了。再玩一会儿吗？哎，差不多了，我下次嘛，下次。那这个鸡你拿着。哎，鸡就不用了，鸡就不用了，太客气了，鸡就不用。拿着，这个是我们上次一起买的小鸡仔啊。哦哦，就这么大了。嗯，对呀、而且你又送我那么多东西，你一定要拿回去。那行那行，那就谢谢了。哎，快去。哎，谢谢。拿着，那你下次早点过来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拜拜。好，走了。哎，阿姨朵。哎，阿姨朵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说我来看看你手好点没。嗯，好多了，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拆线了。哦，那你对了，你这是干嘛去啊？嗯，要不我们先回家吧。那也行，那行，你上车嘛，先上车。嗯，哎，好。哎，阿姨朵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几天没见你，可想死我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啊？刚刚我哥逼我去相亲了。啊，逼你相亲？对。怎么回事啊？他说那家人条件挺不错的，让我过去看一看。哦，那你喜不喜欢啊？我不太喜欢。哦，那不管他，我们先回家嘛，先回家。你也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先回家嘛。嗯，好。小唐，那你先坐，我先去做饭。啊，哎，阿朵，阿朵。哎。那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别去相亲了？嗯。哎，你先坐，我先去做饭。哎，好嘞，那就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哎，亮吧。来，小谭吃饭了。哎，干嘛呢？阿姨朵，我刚刚给你修下灯泡，看灯泡坏了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这怎么红了？我看一下呢。哦，没事，只是刚修灯泡，手滑了一下。不行啊，你这有点严重，我去给你包扎一下吧。没事没事，你吸点小伤，男人受点伤才正常，人帅嘛。不行，一会儿感染了怎么办？快过来。那怎么怎么？哎，小谭疼吗？疼不疼？但在你面前还是有点疼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我疼了，你才会心疼啊。真讨厌，这个时候你还能贫嘴？哎，开个玩笑，逗你一下。这样吧，你也受伤了，我也怪不好意思的，明天来我们家吃饭吧。那也行。正好明天我把那个电视给你拿过来。什么电视啊？我给你买了个电视，我看以后你看电视方便一些。你又送我电视啊？你这个别送我东西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以后送着送着就成了送成一家人的吧。真讨厌你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哎，好嘞，那先吃饭，先吃饭，来来吃。